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们韩府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？你为何这么问啊？这次太和医馆的案子本来交给顺天府受理便可，却偏偏移交到大理寺。以三姨娘的性格，不可能得罪什么权贵，大理寺却着急要草草结案，而且身后这个人肯定不简单。第一，这个人能够掌控大理寺；第二，也不怕得罪我秦王府。殿下有可能是多想了、不会是太后吧？怎么可能，太后昨天还选我进宫说话呢，她要是想整治我，怎么可能把我指婚给殿下呢？王爷王妃坐稳了。好痛，伤还没好就冒冒失失的。这个给你。白玉膏，千金难求啊，殿下你从哪儿得到的？王妃娘娘，这可是我们家殿下去宫里和陛下讨的。多嘴。笑什么？你对我真好。